行了，弟啊，你别动，这有点高啊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是，是，是，对对对对，捡捡捡捡。大哥，我能汇报工作了吗？奥迪车一台，金项链一条，至少100克，劳力士手表一个。 何英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好事成双，这第二杯酒，我再敬你一下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一直想找这么个机会，咱俩说说话。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。不是丁先生，您太客气了。别客气，来，干了。就喝呗。行，我来，哎，我来。在北京啊，6环以内，6环啊，东西南北中，我各有一套房，哎，5套，5套，都是100平米以上的，啊，不是那个经济适用房，都是商品房，70年大产权，啊，而且都有红本本，华子，咱下次把红本啊，好，不是华子，这怎么有点热呀？啊，不是。 你把那个空调啊，在那调是吧？好好好，嗯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来，等等好。哎呀，来，我再敬你一下。何英啊，还有件事啊，我必须得很认真的跟你讲，哈，我这么多年一个人。 在欧洲啊做国际贸易，是很孤独寂寞的啊。在我孤独寂寞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写诗。啊，我写了很多诗，我来之前啊，我专门的整理了几首，而且还带了，想让你看看，给提提意见啊。那个华子，啊，对，这个包啊。 是我从欧洲带来的，叫什么牌子？叫 Gucci 啊 ，Gucci 是一个很大的牌子，和这个眼镜是一样的啊啊，对，这个还有这个牌子叫什么？劳力士，这个劳力士，我得真的很认真再跟你说说，咱们那个中国首富李嘉诚，我听说他就一辈子就戴这个劳力士啊。不是丁先生，您说这些我都听不太懂，因为我平时。 不穿什么牌子，对不起啊！哎呀，没事的，不好意思的，我明白。何英，华子，咱下月去欧洲吧。对啊，咱们一块儿去，好不好？我都给你置办上。不用了。这样，那个诗是这样哈，我想啊，给你念一声，你看好不好？哎。领念，作者丁昭来。领念，冲裂宇宙的纯线。 安享风的自由，静坐在极限的脚旁，守候光的藤蔓。我给你，小军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哦，
弟弟，是不是？咱们家弟弟吧，来快快快！谁是丁先生？没事没事没，哎，我不是他弟弟，我是他儿子何小军。不好意思啊，丁先生。啊，美儿，你不是？你刚才叫我什么 ？Mr. 丁。小军。 叫丁叔叔，别这么没有礼貌。行，没关系，这还非常好。来，你坐来，小军，非常时尚。哎，以后就这么叫。那个宽，给小军倒点饮料啊。那雪碧，我接个电话。啊，好好好好，你放心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小军，来吃点扇贝啊。哎，来来来，再吃点鱼。好好好。Mr. 是啊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不知道你看着小军怎么让他跑过来了。我没跟丁先生说小军的事儿。你喜欢哪呀？非洲，粗犷，啊，有生命力，有大沙漠，有充满野性的那种草原，狮子、大象，太多了，没去过。好，你没去过是吧？嗯，我也没去过。哎，下个月。 下个月我正好去非洲，我一定带你去，一言为定。来，拉钩。啊，好嘞，怎么定了啊？来，吃菜吃菜吃菜。您去过南美洲吗？南美洲啊，那我可去过。小军啊，我是前两天去了哪华子？阿根廷，啊，阿根廷。 那您知道桑托斯胡利奥吗？知道，小军啊，那里的狐狸可傲了，但是它那个皮呀、皮毛特别好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呀？这下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回去再说吧。不是这样，哎，你俩也别说了，你家这是不是骗？先别我拍你。你说你去过阿根廷。 你说你不是让桑托斯胡利奥也就罢了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足球。可你说现在去那儿得热的让人掉层皮。我虽然没去过，可我知道啊，现在去那儿得穿滑雪衫。你明明没有什么事业，干嘛要冒充别人公司老总啊？充富啊！你那辆奥迪是从网上租来的，你这货是你的小兄弟，也根本不是你的什么专职司机。 你说你住奥北别墅，实际上你家住弘毅村，家里有个还有家里还有个生病的老母亲，你说我感受，你是感受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？有人说，我看上了何英的漂亮。小点声，这么多人呢。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还有人说。 我就是看上你有本地户口。我还听人说，说我看上了你的小饭馆，这可能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那是小本生意，你将来可是要做大事儿。那是。我相信，你的眼力是对的。不过，我个人认为，你是一个温柔善良、会持家过日子的好女人。我也觉得你特别有责任感，而且还挺仗义的。 为什么这么说？感觉。何颖，这天下没有完美的人。是，天下没有完美的人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我倒不是担心咱俩，我就是比较担心将来你跟小军。 何颖，我对天发誓，啊，为了我们俩的爱情，我心甘情愿，甚至愿意改变自己，委屈自己。你信口开河这么一说，万一哪天变卦了怎么办？我明白。 口说无凭，立字为证。保证说。
保证人丁招来，一，好好疼爱何英。假如吵架了，不能骂人，更不能说出滚蛋这两个字。二，根据国家规定，抓紧时间把何小菊的户口转到北京来。三，善待何小菊，把他当我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，绝不能打骂。四，何小军改姓一事必须尊重他个人的意愿。五，不赌博，大赌小赌都不赌。六，好好经营饭馆，不管出现了什么情况，都不能擅自处置变卖饭馆。要是真要转卖，必须由丁招来、何英、何小军三个人的共同签字才能生效。这是我的红手印。就让我来 rap， 这世界太黑暗，就让我来 rap， 揭开你的疮疤。哦耶，就让我来 rap， 这你当听众是白痴啊？莹莹，来，我刚给你沏的铁观音，你尝尝。好，今天你辛苦了啊。你接个电话。啊，是不是有点烫啊？喂，哎，张先生你好，好的，还是明天七点，好吧？哎，好，好嘞，现在凉一点了。你今儿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那什么，我再给你续上啊。那批都是什么呀？啊，那个什么。刚才华子来了，还给我200块钱。你别闹，你拿走这对不上账了。莹莹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怀疑我拿你的钱了是吗？我对灯发誓，不是黑，这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明天我把它还了。还没这个月的账单。不是，你干什么这是？你干嘛呢？你自己过来看看你的账单。怎么了？这个月比上个月还多一倍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莹莹啊，这是赵志军和赵小凤签字，和我没关系。我是没做过生意，你躲什么呀？不是，我是为了做大生意。站着，别动！我你跑什么呀？不是，那你，英子，你就放心啊。大夫不是说了吗？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你的病早晚都会好的。不是早晚。是肯定很快就会好的。那个下个月，啊，咱们就去巴厘岛。你不是最喜欢去那儿吗？咱们度个假。而且以后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啊，咱们把这些世界各地啊，我做梦梦到那些好的地方，咱们都走一遍。而且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每天我都给你洗脚。大夫说了，这个洗脚促进血液循环。行，你就躺一会儿，不着急啊。洗完我再把你叫起来。英子，英子。
妈，你走了，让我以后怎么办呀，妈？妈。一轮明月照窗前，仇人心中似剑穿，我好比哀哀长空雁，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，我好比那游龙搁在了浅沙滩，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，我思来想去。大哥呀，求您别唱。我跟您说那事儿怎么着了？人就等了明天，想赚钱赶紧的。仇杀我也，我找谁谁都不借给我钱。哎，大哥，要我说，您这是守着金山要饭呢。什么意思？把那小饭馆卖了不就是钱吗？刘老板那儿我去说去，人家承包您这馆子早等您转手呢。华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现在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。我不是没找过那小兔崽子，我一找他说这个事情，他就一句话等着我，说我向他妈保证过的。你说说，我当初我这脑子是被驴踢了呀，我想保证个屁呀，我这不是给自己下套吗？大哥，我看您啊也是英雄难过这美人关。行了，你啊就先回去吧。啊，你让我好好想一想。你放心，明天我一准给你个好的结果。得得得，我再信您一回，您可想好了，这专利咱们要是一买，这钱可跟雪花似的哗哗哗的往咱那儿飘，到时候咱就不用找钱了。好，你先回去吧。是啊，您先啊，我这把这酒带着路上。别别，就是路上喝啊。好。干什么？我说的事情你考虑怎么样了？我考虑好了。何小军，这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。再说了，挣了钱也不是我一个人花。再一个，我不能签。你看看这个，你的表现直接决定我在这儿签字还是不签字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不同意转让小饭馆，你就让我落不成户口，是吗？是的。这是两码事儿，这个您必须签。为什么？还是那句话，您保证过的。呸！保证？什么狗屁保证书！我告诉你啊，何小娟，我现在都怀疑你妈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你这个户口才嫁给我。那你当初可以不许她呀。何小娟，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，你不要插嘴啊。何小娟，我实不相瞒，我受够你了。受够了你可以走，我不拦你，我保证不拦你。你让我把话讲完。
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用我的，住我的，你这么多年来，你从来不叫我一声爸爸。是你让我叫 Mr. 丁的，而且说以后不用改，这是你说的啊！别反悔，别反悔。你签还是不签？不签你就给我！你不能说滚蛋。还是那句话，您保证过的。你喝多了，咱不吵了。我还有作业，您回去休息吧。回去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妈，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人家何小军从来咱家吃你的喝你的，还不把你叫爸，对不对？不是妈，您这耳朵不是不好听的，不是不清。好多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何小军呐可是个好孩子，哟，还是个小发明家呢。你看看啊，你看我这个助听器，这个就是他给我做的。哦。妈，您说，何小军是个好孩子啊。声音倒挺大的，看样这小子挺有才气的嘛。那可是，妈，嗯，您放心，嗯，我呀，和小军关系好着呢，我们是开玩笑呢。你呀，以后你少喝酒。你放心，妈，我听您的。嗯，天不这会红。哎呀，天不早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妈，好好好好，早点休息嘛啊。你保证书，真是一人藏万人找啊！这保证书在哪儿呢？哇！何小军。这叫得来全不费工夫，踏炮贴鞋无觅处。生日礼物 ，MP3 高档，带录音的。祝你学习进步，万事如意。无功不受禄，有什么事说吧。给你过生日！哎呦，震惊！哎呀妈！哎呦呦！您真的没什么事吗？啊！给你过生日！我知道。您如果没事求我，您肯定不会这么做的。说吧，有啥事？妈，您来说。小军呐，吃，难得你大大好心，不吃白不吃。来来来，别转移话题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没事我就回去写作业了。哎呀，小军啊，你看看，准备了这么丰盛的饭菜和蛋糕啊，我还专门给你做的垮炖鱼。停。咱家昨天晚上就没煤气了，确认没事是吧？是啊，没事，那我就回去写作业了，而且还要恭喜您，我的生日，您记错了。不是，看看看看，
怎么提醒你的？哎，都在啊！你小军，你过来啊！干嘛？不是你们都怎么了？跟谁欠你们800万似的？干嘛呀你？哎，李飞呢？他怎么没来？警察，是你的了。不过他有话让我转告你，你自己看看吧。你太无耻！专利是我们小组共同研究的，你怎么能自己去申请呢？不是，简直莫名其妙吗？你别以为你做生意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被我们偷偷和你机会去申请专业了？是不是赶紧承认吧？你是不是想窃取我们大家的劳动成果？你金朝的 MP3 就是你继父送给你的吧？没有的事儿啊！你还敢说没有？你为了一个妓女就在专业局工作，已经查到了咱们的申请专利，申请人是丁朝来，丁朝来就是你继父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怪不得突然对我这么好，还送我礼物。原来是有阴谋的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去申请专利？谁说的？这简直是造谣啊！得了吧，我们发明小组家里就有人在专利局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？说吧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你不觉得丢脸吗？丢脸？我没觉得丢脸。何小军，我是你的监护人。这种事儿不需要监护人，我们申请过，我们知道。何小军，我们是父子，啊，你申请和我申请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我们申请是为了爱好，你申请的，你申请是为了赚钱。赚钱有什么不对啊？你从脚到上都是花我的钱，我赚来的，知道吗？我不赚钱，你喝西北风去。好，就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。可那要是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你完全可以这么办。可那是我们大家发明小组共同的成果，你这么做，是让人家以为我是自私，我想据为己有。行了行了，你不要这么冲动啊！我跟你说，这发明要是不被社会认可，有什么用啊？啊！再说了，你发明实施不得也需要钱吗？也不得靠我呀。可是你只考虑了利益，让大家误会了我。误会？哎，误会怎么了？这多大个事儿啊！我就经常被人误会，我本来就是外地孩子，本来就遭人歧视，现在好不容易不被人歧视了，现在又被人误解，这种滋味你根本不知道，你压根也不想知道。何小军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你能在这个家里安安生生待着就给我待着，不待给我滚蛋！这是你说的？哎，就是我说的，这是我说的。我跟你说，有种你别回来！你给我捡起来，个兔崽子，给我捡起来！我不捡，你爱怎么样怎么着吧。你给我滚！行，哎，有种就别给我回来！
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为什么留下我一个人啊？我想你啊！你为什么就一个人走了呀？ 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这事儿我看离了小军还真不行。哎呀，人大老板可说了，要跟咱何大发明家何小军同学讨论金融下一阶段呢。那小军现在又不在家住，就算在家，他也声音气呢。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离开张东户，我他妈就是带毛的。哎，大哥，不能扔这儿，得罚钱。 恐怕是这样的，放屁！钱在咱这里，你知道了不？啊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你懂吗？那您就不去找找小娟？我怎么没找？老母亲让我找过好几次了，我每去一次，她就像神一样，请不来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看还真得把这尊神请回来。去他爹！你以为他真是神呀？哎，大哥，我听说个事儿。对呀，说。 这区上要真咱村地呢，我知道，他朝着好几年了。这回是真的，按人头分房分地。就算再跟这小军过意不去，您不能跟这房跟这钱过意不去啊！此话当真，真的。好，快，咱们现在赶紧把何小军的户口办回来啊！这小兔崽子我是彻底给他得罪了，这事儿你来办，花的啊？我行吗？行，我说你行，你就行啊！ 俗话说得好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你就按照我的计策行事，咱把这小兔崽子给拿下。嗯，行，行吧，行，走，走，咱们去找个地方商量商量啊！妈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看这哪像个有病的样啊！我告诉你哈，你妈这辈子就没骗过人。哎呀妈呀，您就闭上眼睛啊，就不要动，就装一下就行了，就这意思。怎么装啊？狠狠唧唧的。那。 哎呦妈，我求求你了，您就用我这么一个亲儿子，您得帮帮我呀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呀，好了妈，不说这么多了，这些都是氛围，这都是给小军看的啊。你躺下吧，这个是营养药，一点都没有什么副作用啊。这些都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完了以后。 你一定得给人家孩子说清楚啊！您放心，我保证给他说清楚。你快躺，你得说清楚。说清楚，妈，你躺下吧，求你了。躺下，躺下，让我这个你得用上。妈妈，快快快，他一会儿就来了。好，你就哼哼唧唧的啊。不会。哎呦，妈呀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。我拿着药，看他来了没有。他来了，妈，他来了，来了的。奶。奶。 奶奶病得很厉害，哎呀，我正要给她喂药呢。小军儿，妈，不烧啊？不是，她烧。你吃点药吧。来，奶奶，你想吃点啥，我给你买去啊。不用了。你大大有话跟你说。灭死他何啊？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，本来是想给你写封信的，但是我思来想去，我还觉得还是把你约出来，在这个环境里聊比较好啊。是这样的，啊，这咱就在这儿吧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是这样子的哈，户口的事情我已经签完字了，而且把报告都交上去了，很快就能批上。我妈是没白嫁给你。 行，你说的对，Mr. 何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我希望这次哈，咱们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啊，您大人大量。我那天呀，确实是不对啊，喝了点酒，一冲动就说出了“滚蛋”这两个字，啊，当时是有问题的，这脑子和嘴没有同步，所以说出现事故了。 啊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
我现在正式的向你道歉。你放心哈，从今往后，我会像对你妈妈一样对待你，我保证。你有保证？我保证。哎，来，拿上它 ，MP3， 你带上它，啊，走在校园里，特酷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我还有件事情得问你，你那个新能源电动自行车还继续搞不？我们换项目了，直升机。什么？何小军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都不先给我打声招呼啊？你这孩子，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与您无关。二哥，哎，等会儿我，哎，哎，我找你有急事，你干嘛呀？哎，哎，大哥，哎，老师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坐，你息怒，息怒，息怒。老师，您贵姓？严贵姓王。啊。王老师啊，我这是急死了，这何小军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？您还问我？您看看，您看看，看看这学习成绩，直线下降，天天玩游戏，还跟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还问我出什么事了？这些难道您不知道？没察觉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怎么了他？有没有夜不归宿的情况？有。好像有几个晚上他没有回来，但是他告诉我说是要上晚自习的。孩子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您做家长的干什么的？您得关心孩子，督促孩子，观察孩子。总之，我就要一条，要学习成绩，我就看结果。王老师啊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，别给这孩子置气，你放心，我回去一定紧抓严抓这个孩子，让你把。行了，废话少说，我看行动。没错，一定是早恋。爱你，绝不像攀折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学痴情的鸟儿，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，也不止像源泉，也不止像泉源，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。在明天的枝头上。早恋。绝对是早恋。行啊，小兔崽子，拿我的诗去骗小姑娘，哼，这都是我玩剩下的。又像英勇的火炬，我们分担寒潮、风雪、霹雳，我们共享雾霭、流岚、红霓，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
终身相依。阿姨，我忽然感觉好像有些小看我继父了。怎么了？你看这首诗写的多好啊，尤其是这句，在明天的树枝上，成熟的果实会留下我的颜色。必须承认，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，我站立了。诗是好诗，不过不是你继父写的。那是谁写的？前面那首《致橡树》是舒婷写的，后边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北岛写的。来，饿坏了吧？啊，来，能吃啊。谢。就这叫我们班那电脑专家。知道知道，小发明家，网络天才是吧？我呀，有个网络公司，有一个游戏研究中心。听文章说，你们想集资是吧？对，是。这点啊，我可以帮你们。不过呢，你们呢也得用业余时间帮我设计一些游戏小程序。没问题。那您能说具体一点吗？好比说，什么游戏啊，什么程序？不固定，也就是一些小测试，游戏软件啊，像暗黑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好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啊！来，赶快吃，来，哦，赶快吃，不够了，我再去买啊。同学，同学，走了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这孩子！神经病啊你！没事拉什么电闸呀你？有毛病吧？干什么你？怎么样了？程序设计怎么样了？干扰太大。谁干扰了？还能有谁啊？我那继父丁昭来，那个 Mr. 丁，还有那个华子，他俩整天鬼鬼祟祟的跟着我，也不知道到底要干嘛。你们家那 Mr. 丁有啥不良嗜好没有？咱们可以从他的弱点下手。我想想啊。贪吃、贪财、好色、爱吹牛，这也太多了，也太普遍了。咱们得找一个致命的伤害才行。哎，要不然咱们给他找个女朋友吧？干嘛？分解他的注意力啊。那妈，你先吃点。哎，秋霞呢？秋霞啊，你快别坐了，快快快来吃，来来来，小军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奶奶，啊，最后一个，快来了，来，哎，好好好，来来快坐坐坐下吃，嗯，哎呀，行了，来来快坐快坐，快快坐坐下吃吃吃，啊，快坐坐，哎呀，秋霞，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，我呀，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正北啊，八间大瓦房。这个南北通透，哎，两边二房各四间，一共是16间，啊，都是当年呀，我和我爸一块置办的。哎呀，什么你和你爸，那不是你爸跟你爷爷置办的。妈，你怎么老糊涂？哎呦呦，妈妈，好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当然有我的功劳。你看这边房子的窗户和地面和地砖，还有那瓦，
不都是我和华子当初给置办过来的吗？您都忘了？我呀，哎，就是生不逢时。假如我哈，要是生在抗日战争年代，那我跟你说，哎，我带着我的兄弟打日本，就华子那样的啊，一下就能打十个日本鬼子，我就不相信我干不过那个亮剑里的李云龙，那我绝对是这个。那不嘛，你肯定比他强。快吃菜吧，哎，来来来，丁哥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，以后一定能做大事。那是的，我跟你说啊，往事不堪回首。想当初我往俄罗斯倒烟熔符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一车皮一车皮往那发货，那路不像雪花一样往我怀里挂呀。那不嘛，你就剩钱了。反正我是信，丁哥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以后我要是能嫁给您，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妈，您觉得秋霞怎么样？秋霞是个好闺女呀，妈喜欢。其实我也觉得秋霞姐不对，秋霞阿姨挺好，真挺好。好，俗话说得好，父母之命，不能违。来，来，秋霞，欢迎你经常能到家里来玩啊！来，干了。丁哥少喝。想吃什么？晚上大哥请你。以后有什么事啊，跟大哥说，啊，包在大哥身上。他哪高？我跟你讲啊，你那个同学宋文章的舅舅，外号就叫三把刀。他呀，现在正在做网络黑客。哎呦呵，进步不小啊，还是黑客。这个不重要。你们还跟踪我。以为我傻呀？我迷死他喝，一个傻子，听好了啊，是永远不认为他傻的。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如果是平原无故的对你好，那你啊就要提高警惕了，孩子。我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好啊，就是平时帮他做做小实验，没事还能玩会儿游戏，怎么就成给坏人帮凶了呢？你说，黑客要是那么好挣钱，他不自己都干了吗？干嘛还用得着我们呀？你去核实过吗？没有吧？显然没有。打住！这次是真的。我真的不晓得你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。明明是人家女诗人的作品，你说是你的作品。大诗人北岛的佳作，你也敢称是自己的作品？我看你还是调查清楚再来找我吧。喂，谢谢您的茶水。何小军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嘿。行，你有种，啊，不是要证据吗？我给你找证据去。华子，来来，快快快快过来！哎，大哥，什么事儿那么急呀？坐坐坐坐。哎哎，兄弟啊，我摊上大事儿了。这个事情我跟你说，我一想后果很严重啊。要是小军牵扯到这里面，这孩子就毁了，你知道吗？毁了，您钱不也没了吗？你是劲儿上的鸡毛呀？啊，你沾点钱眼上了你？你嘛，就拿我事儿。我没有时间跟你扯这个。我跟你说，你听我说，说正经的啊。这个小子，我跟你说，很有主意，他很狡猾的啊。我斗不过他，你帮我出个主意，咱们呀想办法，一定要。彻彻底底的把这个事情搞明白。我跟你说，要找到确凿的证据。那办法倒是有，就是怕您不敢。你放心，我现在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可以，只要能把小军给救了。那您假装是买 Q 币的。等一下，什么是 Q 币？钱，虚拟的。Q 币，套，这什么钱？丁老板，说吧，
要多少币？啊，传话传错了 ，Q 币我是有了哈。你看看，啊，能不能进入这家基金的系统？这可是违法的呀，我不能做。那算了，我再找别家吧。等等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细节。哎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撞死我吗？你个臭蛋！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站这儿干嘛呀？米斯河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不要上课了，我给你请假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我跟你说，待会儿表姨啊派车来接你。你先倒腾那儿躲两天啊，走。哎，米斯尔丁，你是不是犯神经了？你调查有进展了？没错，这件事情我现在调查的一清二楚。米斯尔河，你那个宋文章同学的舅舅就是三把刀，而且还有盗窃前科，他现在正在干黑客，盗 Q 币，弄木马，要做更大的坏事。他现在呀，利用了你。知道了吧？千真万确。不是，那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跟你说吧，我化妆成了一个大老板，我要和他谈生意，买他的 Q 币。这小子一看有利可图，哎，什么都告诉我了。哎，你是丁正来吧？是我。找的是你。哎呀！哎，你。也不打听打听。敢跟我三把刀下班，弄死你！走走。喂，小俊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你大大出事了，你快点过来一趟啊！在哪儿？人要紧吗？护士长，这手术怎么样呀？放心吧，手术非常成功。哎呀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不客气，现在病人呢还没有脱离危险，你们赶紧去把押金续一下啊！我们也要求是这样，也是无奈之举，你们一定要理解一下。大夫，给我两天时间，不，给我24个小时，我一定把钱交上。你是丁招来什么人？我是他儿子。嗯，那好吧。100、200、50、60、70。小军呐，你爸爸上哪儿去了？啊，这一天天的不着家，你去忙活什么去了？没事儿，奶奶。没事儿啊？没事儿。